铁架台、试管、单孔橡皮塞、导气管、烧杯和绞池，澄清石灰水、酰氨酸、碳酸钠、碳酸氢钠。我们看实验的操作：取碳酸钠固体，放到试管中。 加入硒烯酸，大家注意观察，反应很猛烈。看澄清石灰水，澄清石灰水变浑浊。我们继续做实验。 取碳酸氢钠固体放入试管，不定。同样的，加入硒烯酸，大家注意。 反应比刚才更加剧烈，反应速率更快。观察澄清石灰水，看，已经变浑浊，有二氧化碳生成。